鱼疗是一种特殊的美容养生，在外界非常的受欢迎。人们只要把脚放进装有小鱼的鱼缸中，小鱼就会主动亲吻顾客的脚部，那种酥麻的感觉让人欣喜。不过鱼疗有时也会发生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。国外的一名女子去做鱼疗，没想到鱼儿全都死了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原来女子做过足部的鱼疗后感觉非常舒服，于是在店员的推荐下换了全身的鱼疗项目。鱼群们纷纷聚集在女子的身体四周，刚开始的时候女子十分享受，没过一会儿小鱼们一个个翻了白肚皮。我们都知道小鱼可以把人们身上的死皮去掉，给人非常舒服的感觉，因此会在这种舒服下忘了自我。于是女子没忍住就在池中小便了。因为这些鱼疗的鱼叫做亲情鱼，对生活环境特别的依赖，而女子做的事情破坏了他们的生存环境，所以才会有这场闹剧。最后女子被商家索赔50,000元后离开。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对此怎么看？视频最后咱们玩个小游戏吧，你上厕所时是用左手还是右手呢？可以在下方留言互动哦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期再会，拜拜。